咁我想知道咧，今日在座咧就即高朋滿座，咁究竟有幾多位係家長嚟嘅？請舉手。好多，俾啲掌聲自己。因為本來而家係應該家樂嘅時間，咁但係大家為咗啲子女，所以就犧牲咗呢一個星期六下晝嘅時間。好，咁有幾多係老師、校長？請舉手。都好多，更加俾多啲掌聲，家長都俾掌聲。老師和校長應該休息的時間，但我們都反而用了時間來理解一下怎樣大家或者溝通一下怎樣去做才華的提升，以及幫學生可以提升他們的創造力。大家看看這個我的封面，就是如何提升孩子的創造力。我覺得其實我們都好像想幫我們的子女或者我們的學生可以帶出一個好像彩虹一樣的人生這樣。而其中一個目標呢，不知道你會不會是經常都好像麥太那樣，你是不是麥太呢？就是在他的背脊一定要刺回那個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出來既然來到香港，那我們當然要給這個大家看，我也很多謝麥卡碧設計這個圖。好，接著呢我們想看就是說，好了，如果有人告訴你你的兒子就很有創意，或者有人告訴你你的兒子是很有你的女兒很有創意，其實你個生活中諗嘅係咩咧？你會唔會覺得其實呢啲就係上上籤嚟咧？真係好啦，即係一諗起有創意就可能可以頭先麥太咁樣影刺咗呢個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落去啦咁樣。定還是到你真係過到佢兩三歲開始，你覺得咦，其實呢啲上上籤係咪慢慢變咗下下籤咧？咁因為當佢翻學嗰陣時候，老師就話佢太過有創意啦，咁於是佢嗰個行為咧，有時又唔係幾好喎，咁樣咁再高翻啲嘅老師話：咦，點解我教緊佢呢一樣嘢，佢又創作咗另外一樣唔係我科嘅嘢咧？咁樣咁跟住你又好頭痛啊！咁我覺得我哋作為家長或者作為老師都好咧，其實我哋即係其實面對咗呢一樣嘅時候咧，其實時時都會係諗緊，如果有時佢對我哋講係一個 double blessing 嚟嘅，一個雙倍嘅祝福。但有時咧有咗呢啲才華或者有咗一啲創造力嘅時候，其實可能咧又係令到我哋覺得好煩惱嘅一啲祝福嚟嘅。咁但係無論係點都好咧，佢有時會係我哋嘅上籤，有時會係我哋下籤。咁呢個我哋一定要接受，唔可以話我淨係要上上籤嗰面，我唔要下下籤嗰面，咁冇可能㗎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係話其實一路都有好多人去研究關於呢個點樣去培育兒童啦。咁有啲譬如呢度都係其中一啲啦。咁我哋香港家長又俾人哋好多時候叫我哋做咩啊？掛住家舊貴數家長咁樣樣啦。咁而外國都佢哋都唔使，佢哋都有呢個 helicopter 嘅parents 啦。在北歐咧，我哋去北歐嘅時候，好多時候你知佢哋點樣叫佢哋嗰啲家長，佢哋就話佢哋係冰壺嘅即係家長嚟嘅嚇。因為你知道點樣玩冰壺咧，就係話你個冰壺落嗰陣時咧，嗰啲運動員要不停咁樣擦嗰啲冰咁啊。咁我哋係咪不停咁樣擦到啲仔女冇曬障礙咧？我哋咪不停咁擦，令到自己啲學生冇曬障礙咧咁樣。咁你個態度係咩咧？咁樣咁譬如好似我。本書叫《虎媽媽》，其實當時在美國都引起很轟動，因為它是講緊話我們是用緊東方中國人方式的方法去養育我們的仔女咁樣。咁你是不是真的哇咁樣嘅一隻只虎媽咧嚇？咁定還是咧你是很温柔的一隻貓咧嚇？咁無論點都好啦，但係其實我們都會睇到很富爭議性嘅。咁就好似頭先都已經講咁。其實會不會是有一些方法對你的學生對你的子女是適用的，是譬如你很兇的 老虎的樣，或者是對你的子女很適合或者很不適合用都不定。倒反過來我是 好像一隻貓這樣的，我很温柔的慢條斯理地去對他的，一點都不急的，可能對某些兒童來說是很受用，有些又不受用都不定。我覺得今天我的分享就只是可以是說希望可以打開一個大家去溝通的途徑。我們覺得很難得，就是有一個機會竟然這麼多家長在一起。其實手上也有一張書籤，那張書籤其實你都看了，怎樣都要說那個 是一個良策來的，即是回應客人的題目。因為我們都是有知道要做這個家長教師會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跟很多家長去談一下，或者再看看，如果我有這個家長說，我其實看到愛因斯坦這樣說，我都覺得是我的，那我們都將它放下來這樣。
咁但係咧，我希望一陣間我講完之後咧，你將你自己嘅都寫，就同你隔離位嘅交換。咁其實咧，夾埋就即係嗱，你心中有一個，咁我哋前面擺咗一個，咁我哋頭先講咗啲，而家講咗啲，夾埋你應該係好滿意我哋呢一個會嘅，因為有好多良策啊。嗱，一定要交換㗎嚇，唔準唔交換㗎，即係應承我。咁因為你而家已經提咗一個啊嘛，你同一個唔同，你抽到唔同嘅書籤嘅交換，咁你應該多啲條啊嘛。咁我睇下有咩良策，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對我嚟講，幾時都應該出阿媽啦，係咪先？咁究竟 M 係咩 ？O 係咩 ？T 係咩 ？E 係H 係咩 ？E 係咩 ？R 係乜嘢？大家都心中係有唔同嘅。咁今日就將我嘅經驗啦，同埋我哋睇即係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裏邊咧，我哋嘗試簡單啲就用阿媽去講下啦。我就用一個 mother approach 去同大家分享下啦。咁當然啦，可能將來你有一個 father approach 啦，有個第日我可能有個 grandma approach 啦，咁樣都唔定。我哋第日再一齊再做一。不同的即係方法去做，不過今天我哋分享一下呢個 model approach。第一個咧 ，M 咧係咩咧？就係一個mentorship。咁 O 咧就係呢個opportunities， 講到機會嘅。T 咧我哋講緊個 thinking skills。H 咧係講緊咧令到兒童咧有一個重視德育同埋好高參與個德育嘅機會啦。E 咧我哋講到係情緒智商啦，而 R 咧係講到一個責任上邊嘅點樣去做嘅。咁我覺得咧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咧，其實好耐好耐以前咧已經有呢個 mentorship 嗰個嘅諗法嘅，即係其實嗰個師友嘅諗法，因為其實由孔子開始，咁你都會睇到佢其實有好多門生嘅，咁我哋都叫做夫子，所以喺我講呢個 M 字裏邊咧，其實外國都有好多提到即係 mentor 係對於提升。小朋友啦，提升青少年嗰個創意係有幫助，但係咧喺中國人嚟講，可能我哋會更加體會到咧，即係孔子嗰、那個門生同埋即係佢同佢嗰個關係嘅。咁其實一個 mentor 係應該係點？其實應該係對某方面嘅專業啦，其實佢會有一啲比較係即係資深嘅經驗喺當中嘅。咁又同一啲有才能嘅年輕嘅少年人一齊結合埋，咁喺佢哋共同嘅興趣底下咧，佢哋可以結成一個夥伴嘅。咁我覺得係好似一眼明燈咁樣樣咧，將佢可以有嘅都帶俾嗰個青少年，同埋咧都可以點燃緊咧佢哋學習嘅智慧同埋佢哋好想學嗰種熱誠嘅。咁我覺得唔一定係要。到青少年先做，其實咧喺嗰啲研究裏面咧就話，其實最早會都試過有八歲就有一個即係咁嘅師友嘅關係。咁但我相信其實我哋可以更加早做，因為本身我哋都可以成為我哋子女嘅一個嘅 mentor 嚟噶嘛，係咪？咁希望可以喺某方面咧可以喺個價值啊、技能啊同埋態度上邊咧，令到佢更加可以發揮佢嗰個創意嘅。咁一個mentor 咧，佢需要有嘅咧就係話佢可以咧協助一個年輕人去尋找佢未來嘅事業啦，同埋其實可能我心裏邊諗我中意做啲乜嘢，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想法，我哋其實未經過成，但係其實都好少機會俾佢哋，譬如話尤其是喺事業方面，好少機會能夠令到佢哋實踐到。咁所以咧，如果有一個師友嘅幫，即係有一個師傅嘅幫助嘅話咧，其實可以早啲釐清到佢個個人興趣同佢實際想做嘅咧，係咪真係配合咯？咁同埋咧，其實佢嘅經驗比較豐富，亦都可以咧帶動到嗰、那個即係兒童或者青少年咧對社會同埋未來咧有一定嘅視野啦，亦都擴闊佢哋對世界嘅視野。咁其實早期開始形成嘅話咧，就可以令到佢哋有一個長期嘅友誼嘅發展喺當中嘅。咁對佢哋提升佢哋嗰個責任感啦，佢哋嗰個自學嘅精神啦，同埋身份嘅認同啦，情緒管理其實都好有幫助。咁其實我都試過即係喺學校嗰度，即係譬如幫母校去搞一啲私有計劃啊咁樣。咁我都會睇到嗰、那個即係搞嘅過程裏邊，其實你都點樣去同佢哋配同學嘅即係職業輔導嘅老師去配對學生嗰個嘅即係佢嗰個興趣啦。譬如佢想在大學讀邊科啦，同埋佢哋將來自己希望做事業啊咁樣，咁個過程裏邊其實我哋都覺得係比我哋對學生嚟講都認識多咗，咁所以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咁亦都覺得如果你覺得你嘅小朋友其實佢都好有創意，你覺得佢喺某一啲方面好需要早啲有一啲嘅幫助，其實你去物色下呢一啲嘅 mentor 都係可以早期啲可以幫到佢哋。
咁另外就話，我哋覺得咧要發揮學兒童同埋學生嘅創意話咧，其實要俾好多機會佢哋去嘗試發揮佢哋嘅才能，同埋佢哋創造嘅機會咯。咁譬如大家都頭先聽過啦，譬如音樂啊、戲劇啊，或者係畫畫啊嗰啲，其實都好可以幫到佢啦。咁但係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實我哋覺得我哋喺個社會上面咧，其實有好多資源都可以用到，譬如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啊，咁佢其實嗰啲都係可以用。不過我覺得我哋用嗰個方法咧，就未必係話你淨係需要帶佢去博物館嗰度，而係咧其實佢哋亦都有好多方法咧，係可以更加發揮佢創意。譬如佢每一個人入去個博物館睇嘅方法都唔同，譬如可能我哋大人去睇就係一睇就瞓著咗覺咁樣樣啦。咁但係咧，你會發覺如果擺落一部電影嗰度咧，原來咧有一晚，如果你喺嗰個博物館度可以過一晚嘅話咧，其實你就會變咗一出戲噶啦，就係嗰個 Annie and Lucy 嗰度。咁即係嗰個就將個博物館都反轉埋，好有創意嘅，即係有一個好悶嘅博物館。咁我亦都試過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帶一班南亞裔嘅學生去，先俾佢哋參觀先。咁但係我哋已經一早俾咗個任務佢。其實依個好緊要，咁我哋就話其實你會遲啲帶一班細嘅小朋友去，係一班香港學生嚟嘅，咁佢哋完全唔會識呢個博物館嘅。咁其實南亞裔嘅學生，我哋大家都知係喺個社會上，大家都知佢哋唔係好想講呢個廣東話，因為佢哋都覺得廣東話好難講。咁但係因為嗰次去完之後咧，其實佢哋帶佢哋去睇一啲可能你哋都會覺得好悶嘅，其實係好有呢個歷史價值嘅。咁但係因為佢都知道自己個任務係好大嘅，因為佢係一個博物館嘅導賞員嚟嘅喎，咁樣其實呢個係一個服務學習嚟嘅。咁佢哋咧，其實我哋帶咗佢一次嘅啫。咁我哋裏邊有一啲好有挑戰性嘅，頭先阿東興都講要好高挑戰嘅一啲題目俾佢哋喺當中做啦。咁佢哋就前所未有咁留心呢個導賞員嘅即係講話啦，因為要下面要做嘢嘛，同佢都要，即係佢要完成佢本身要做嗰啲好高挑戰性嘅，咁佢哋都要好盡力。咁加上咧就係話佢哋覺得而家我哋做完呢度呢本咁嘅咁好玩嘅手冊之後，其實我都唔足以做一個好好嘅導賞員。於是咧，其實佢哋個個咧就揀咗星期三就自己再約自己啲 friend 去個博物館。點解要揀星期三？大家知唔知？冇錯啦，係啦，即係好好嘅父母，因為唔使錢啊嘛，星期三都。咁但係有啲同學話佢唔使嘅，因為佢阿爸一早都已經買咗呢個博物館證俾佢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即係頭先頭先講到話資源嗰個問題啊嘛。咁呢啲都係個資源嚟噶嘛。咁我哋再睇佢哋做呢一個服務學習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佢一定好明嗰個裏邊有啲咩嘢嘅。但係咧，你會發覺我哋俾佢嘅機會咧係嗰個機會係佢要自助先得嘅，即係唔係淨係你去助佢，咁佢係發揮唔到佢嘅創造力。一定要俾佢，於是佢自己係諗咗好多方向，究竟佢點樣可以令到嗰班小學生好細個嘅學生，淨係講中文嘅學生，可以明到呢個博物館裏邊嘅好重要嘅知識。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喺個機會裏邊咧，我哋要替助好多俾佢，同埋咧喺當中咧，我哋都要好有創意咁俾佢有好多機會發揮。咁另外一個到呢個阿媽嘅 T 字係咩咧？就係一個啲思考方法。其實對於我哋要提升學生嗰個或者兒童嘅一啲嘅創造力嘅話咧，其實透過思考方法去訓練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可以咧幫助啲孩子去學習有意識同埋審慎嘅一啲思考策略，令到佢哋咧更加了解咧點樣去分析一件事情啦，點樣去解難啦，同埋有啲咩批判嘅思考可以令到佢哋睇得件事更加深入嘅。咁亦都可以令到佢哋明白自己同埋其他人個諗法。咁譬如阿 Riz 咧，佢大致可以話初小同埋中小、高小同埋至到初中，其實都有唔同嘅思考方法。我哋都應該喺唔同嘅階段，亦都因應翻自己嘅學生或者嘅小朋友，其實佢需要譬如話，可能喺初小階段咧，其實一啲創意嘅思考，譬如特別係佢哋喺嗰個腦力激盪啊，點樣可以令到佢哋諗到更加多嘅即係意念啊，令到佢哋有更加多嘅原創力啦，有更加多嘅變通能力，感覺喺嗰方面可以做一啲功夫啦。另外都可以初步咧發展佢哋喺呢一個批判性思考同埋邏輯思考裏邊嗰個能力，譬如佢哋可以將一啲事物互相比較啊，將佢分類啊，呢啲好重要。其實簡單到就係話，譬如你有時同佢行一段路，譬如你同佢放學到行到翻屋企，其實一段好短嘅路，其實你可以有時如果你想去分類，你譬如同佢一路行嗰時。我哋今日咧就玩就係覺得越多越好，我哋
啱小朋友食嘅食物咁樣。其實你成條路同佢一路喺度講啲詞語，其實你已經訓練緊佢咩能力？其實就係創造裏邊嘅 fluency 咯，即係嗰個唱力咯。因為佢其實行一段好短路，譬如你而家頭先有啲家長都好，佢帶咗你啲小朋友嚟，一陣走嗰陣時候，你帶佢走嗰時候，你就同佢自己諗一個主題，同佢我你由呢一度行到落去搭巴士嗰度，我哋就講下咧，譬如講下翻學喺學校見到有嘅嘢，咁佢可以講講好多好多好多。咁其實你已經無形中係其實唔使成本。不停講嘛，其實就已經可以訓練到佢個流暢力嘅。咁到中小嘅時候咧，其實除咗係一啲頭先嘅呢啲思考之外，我哋可以令到佢哋更加多嘗試去學一啲解難嘅思考方法啦，同埋佢點樣去做一啲決定嘅一啲方法。喺個邏輯思維裏邊咧，其實我哋可以令佢哋亦都去諗下，就係話其實我哋點樣可以最後令到佢能夠透過一步一步之後咧，佢點可以學習歸納到一啲事情啊，諗得更加有邏輯咁啦。到高小同埋初中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訓練佢咧啊，點樣去計劃得好啊，點樣去管理啊，同埋點樣去評價翻啊咁樣，咁呢啲都可以令到佢哋學得更加好。咁譬如唔同嘅人咧，佢有需要，譬如好似喺呢個表裏頭咧，喺你嘅左手邊咧係咁啊 ，Brown 就話呢個係一般嘅孩子。喺我嘅右手邊，唔係你哋嘅右手邊咧，就係佢認為係資優嘅孩子。咁其實大家都要學呢一個Tasson 裏邊嘅每一個能力嘅。不過咧，其實唔同嘅小朋友咧，佢哋個需要係唔同嘅。咁譬如佢一般嘅小朋友咧，可能嗰個比重嚟講咧，就係嗰個知識個比重要多啲。但係咧，如果係一個資優嘅孩童嚟講咧，其實嗰個知，因為嗰個知識佢自己都會尋求，佢唔係咁需要咁多。反而倒翻轉咧，就係分析啦，點樣去綜合啦。同埋點樣去做評價咧？嗰個即係你要教嗰個份量係比較多嘅，因為呢個係按佢唔同嘅需要。如果唔係，其實我哋都唔可以發揮到佢個創意咯。咁去到 H 咧，就係話其實我哋都仍然咧係需要重視佢哋嗰個德育嘅發展嘅啦。咁你會睇到咧，其實一般嘅人都睇到有創意嘅人咧，其實佢對於咧所有嗰個 moral 關於德育嘅，其實佢哋咧都好敏感嘅。同埋咧，甚至係有一種激動性喺度嘅。咁但係如果淨係有呢一樣咧，其實好容易咧，佢會變為一個問題嘅兒童或者學生嘅。咁所以咧，我哋需要有一啲令到佢哋呢一種嘅睇法咧，可以去轉化到一啲積極嘅行動嘅。咁譬如喺兒童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同佢哋多啲分享尤其喺香港呢個社會，其實我哋有佢哋可以接觸到好多中國嘅德育故事啊，亦都可以接觸到好多西方嘅德育故事啊咁樣。咁同埋我哋都睇到越嚟越多新創作故事咧，都係好有趣味，亦都含有呢個德育嘅成分嘅。咁可以引起學生嘅憐憫同埋正確價值。咁譬如我好簡單嘅，譬如我哋俾小朋友可以閱讀下呢類咁嘅故事，譬如呢啲賣火柴退鞋啊，咁你都個都好熟。咁但係之後咧，其實佢有個憐憫之心啦，佢點樣可以化成行動咧？譬如話到聖誕節咁樣，咁我記得嗰年就係啱喺山頂咧就擺咗好大棵聖誕樹，咁咧就裏邊咧就係話其實有啲孤兒院嘅小朋友，佢哋有佢哋嘅夢想，已經用寫咗喺一隻一隻嘅紙嘅聖誕物嗰度。咁我哋就邀請啲資優嘅小朋友，佢哋喺上面咧就將嗰個物拎出嚟。你要看完咁咯，你覺得你可以做到的你先掹咗度，因為掹咗出之後，你係要幫嗰個孤兒院嘅小朋友咧實踐佢嗰個願望。咁跟住咧，佢咪喺個過程，因為佢喺個賣火柴女孩或者其實有好多類似嘅書，我哋可以揾到俾佢哋嘅。佢睇到咧，即係冇人同佢過聖誕節嗰個貧窮嗰種嘅即係傷心嘅地方喺邊。咁但係佢可以將嗰種感受咧，係用佢嘅行動去幫人解決佢個問題。咁喺當中，其實佢又培養到佢嗰種即係德育嘅情操啦。另外咧，亦都可以咧，俾佢有一個解難嘅做法，但係要佢自己去諗下點樣去做。咁其實學校都可以創此環境噶，家長啊幾個兄弟姊妹可以噶，或者幾個媽咪可以噶，幾個家庭都可以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唔需要等到佢好大個，其實好細個就可以。咁到佢哋去到青少年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咧，令到佢哋對於一啲社會嘅議題咧，或者一啲普世價值咧，係加以討論啊咁樣，咁令到佢哋更加，譬如話好多題目，譬如公平啊，應唔應該助人啊，尊重啊，因為佢哋好中意駁嘴噶嘛，所以我哋話下下簽嘅，都係抽到支下下簽嘅咁啊，環保啦，責任啦，人權啦，其實呢啲都係好富有爭議性嘅題目嚟嘅。
亦都係一啲普世價值嚟嘅，咁係好值得同佢哋去討論嘅。甚至譬如家庭與家庭之間有近年齡嘅青少年啊，其實你都可以將佢哋組埋一齊嘅去講。咁好，其實有時候同你講，因為佢同你講咧，好似佢又想做贏家，你又唔想做輸家，或者你細個扮輸家，但係你而家佢都大個，你都唔想扮輸家啦，個家長。咁你會覺得好頭痛。咁但係佢會見到唔同家庭嘅青少年，佢會用翻一個比較平常心去同佢哋討論，咁有幫。咁討論得出嚟結果，其實好多時候咧，你都可以請佢哋同你一齊去參加啲即係服務社會嘅計劃，可以幫到佢哋。咁所有嘅我哋都會發覺咧，所有嘅德育嘅發展，如果能夠附以係一啲行動嘅話咧，其實係好過真係紙上談兵。咁呢個可以大家去試啊。咁另外當然就係我亦都睇到其實有創意嘅即係兒童同青少年，其實好多時候喺個情緒嘅管理都有，即係佢哋都有咁上下嘅困難喺當中。咁我哋覺得其實情緒智商，即係其實都好重要，因為我哋可以調節翻佢哋情緒，有時我哋比較容易情緒低落一啲啊咁樣樣嘅。咁同埋對佢哋整體個發展都尤其是個創意都有好有幫助。咁我哋都會喺佢哋嗰個個人嗰、那個即係角色嘅能力啦、個人嘅管理啦，同埋社會嘅角色啦，同埋個關係嘅管理之間，其實我哋都會用呢、這個情緒智商都可以幫到佢哋。咁另外咧就係話，其實要發展佢哋個 EQ 嘅話咧，其實一啲個人啲嘅，好似一啲隨筆嘅寫作都係好重要，可以俾家長嚟講可以俾多啲佢哋去寫一下嘅咁啊。譬如好簡單啫嘛，其實你屋企都有，即係譬如你可以有啲紙碟咁樣，咁你畫曬佢哋，即係一啲人你諗到嘅唔同，同佢一齊畫曬唔同嘅表現都。咁譬如佢難管理情緒，你朝頭早起身嗰朝起身，你就叫佢喺嗰啲紙碟嘅唔同嘅情緒裏邊叫佢指一個出嚟咁樣。咁跟住放學之後，你可能叫佢寫下，喂，其實你有冇變到啊？你嗰個感覺啊？咁你會唔會換咗個紙碟上邊嗰啲人唔同嘅情緒？其實已經可以用文字去表達下出嚟咁樣，咁佢中意可以畫出嚟都得。咁我哋都試過咧，就係話，譬如我哋都睇到其實南亞裔嘅學生喺我哋嘅學校裏邊咧，其實佢哋有其實都潛藏咗好多咧好資優嘅，不過咧佢哋好多時候都係啲 underachiever 嚟嘅。但我哋咧又試過帶過佢哋咧去香港大學嗰啲嘅院舍嗰啲 hall 度咧去參觀嘅。咁啊參觀之後咧，其實我哋要求咩就係話，喂，不如你都有機會入香港大學嘅喎。如果你住 hall 咁，你點咧？不如你設計下啦，咁樣。咁我哋又叫佢哋設計。咁我都好想住呢間 hall， 你想唔想？我都好想住呢個房。咁我哋香港大學嗰啲學生就帶佢哋去參觀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原來佢哋我而家先知係原來佢哋喺即係我大學嗰時冇住到 hall 嘅。咁所以我嗰日去參觀，我都好學到好多嘢。原來佢哋每一層樓咧，佢哋有個主題嘅喺呢個孫子新堂嗰度。咁佢哋就係因為我哋翻嚟睇下，我收咗好多佢哋作品，我哋睇下，點解佢哋咁有，即係佢哋咁多唔同主題。原來佢哋帶佢哋去睇嘅時候咧，我哋都覺得佢哋真係你俾咗頭先就講到 O 就機，你俾啲咩機會佢就會其實更加有創意。譬如佢哋可以去睇到一個真實嘅 hall 係點嘅，每一個大學生住嗰個地方裏面係點。咁我哋俾佢你，因為佢哋嘅文字冇咁，我哋先俾佢設計。其實我哋發覺咧，佢設計嗰個才華係好高嘅。咁我今日只係帶咗一幅嚟睇，其實每一幅都你睇完都即刻想你變咗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學嗰個房間係咁特別。咁呢個同學佢可能嗰個感覺就係話佢覺得世界好靚，所以佢就做一個綠色環球嘅房，就係、是、佢覺得好想住嘅。咁有一個另外一個女仔就佢係醉心於呢個法律系嘅，佢應該識下 Jessica 同埋 Christopher。咁佢咧就成幅牆咧就寫曬基本法喺度，佢話。係你俾佢就發揮嘅，其實你俾啲機會佢。咁但係譬如我哋都有考慮過話，其實講即係我哋教緊一個單元就係呢、這個安居樂業咁啊。咁我哋都會覺得其實如果係你俾佢寫都得啦，你可以用好多創意寫作嘅方法咧，呢個係我研究嘅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喺佢哋嚟講，佢哋根本冇呢個機會去接觸過大學嘅。咁佢哋成日都話俾我聽，我入唔到大學㗎啦，我入唔到大學㗎啦，得嗰張。咁我就覺得唔係喎，其實佢真係可以知多啲，或者佢會轉態都唔定，因為我哋要都因為我哋要。真係由佢中意嘅咧，去即係設計咗好好嘅。咁呢啲可能佢或者呢方面嘅智能高啲，咁亦都佢哋會盡量嘗試去寫。我哋從來都未見過佢肯寫咁多字，因為佢諗下點解真係我房佢寫好啲啦咁。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可以幫佢去表達佢嗰個內心世界嘅一個方法嚟㗎咯。
咁另外最後一樣啊，阿媽最後一樣就係阿牛咧，就係要有啲責任。其實咧，我哋喺家庭同埋喺學校裏面咧，其實常時都會遇到好多嘅即係挑戰，好多嘅抉擇。咁我哋咧可以將佢嗰啲咧都擺落去變成佢哋嘅一個責任。譬如話如果屋企要搬去邊啊，或者我哋其實你小一你想去邊間學校讀啊？你中學你想去邊間學讀啊？你要揀科啦，你又要升上去中四，你要揀咩科？其實那些呢我們盡量都不要跟他去做了一個決定先，其實應該是將他納入去，就是請他跟你一起去做抉擇。在這個抉擇裡面你也可以用剛才那個 thinking skills， 即是他如果要這樣去想的時候，即是你不可以說單獨我只是 M 這樣，還有呢如果那時候真的有些有你那裡已經有些 mentors 的，即是有個孔子在這裡，有幾個孔子的，咁係咪可以傾咧？可以問下訪問下唔同嘅孔子噶嘛？咁係咪知？咁等佢去自己去決，即係因應佢唔同嘅年紀，俾佢做唔同嘅決，即係抉擇後邊佢嗰個 thinking skill 要做啲乜嘢嘢？咁變咗咧，其實佢譬如我覺得咧，而家你知佢其實呢個教育都係免費嘅咧。其實啲學生係如果佢嗱，譬如佢係唔小心派咗去嗰間名校嘅啫，咁啊，跟住你又話以為自己收咗啲上上籤。但你又覺得其實好像你很緊張，他很珍惜的，尤其是有創意的小朋友就是這樣。那為什麼？因為他不覺得他是經歷過，其實我們經常都是將我們的子女和我們學生的過程我們是 skip 了他，即是偷了沒有，因為我們跟他經歷了嘛，即是我們什麼都保護，但我們可能沒有給他，其實他經歷他覺得我很難很難才入到某校的這樣。那可能即譬如他經過這個抉擇的時候，他之後背後他要有很多 thinking skills 他用到出來的，譬如他要怎樣去計劃，然後怎樣去 問人的時候要搜集有關資料，跟住他要對比那些學校不同的資料，那他才知道哪間學校是我想的，但是如果不行你有沒有第二選擇，那他一路全部自己計算完出來的時候，其實呢慢慢他就會知道，還有你有沒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的問題，即是你入到這個有沒有 Plan B， 那令到他不會說即剛才我們都說我們都他要 承受起失敗的，因為你有創意呢你都可能派咗去一間下籤嘅學校噶嘛，係咪？呢個大家都明白啦，或者中下籤啦，嚇中上籤你都唔係好滿意噶嘛。咁但係佢要明白就係話，佢活在當下嘅時候，佢要點？咁如果佢一早已經係諗過，同埋經佢要明白就係話喺每一個環境裏邊，如果我能夠即係活得係有意義，我識得點去處理，我識得點去處理，其實已經很好嘅。咁其實就更加幫到佢咯。咁所以好多學佢唔係話最。最頂尖學，但係佢哋好多家長話：，其實佢如果識喺個裏邊咧生活嘅話，佢好開心。咁呢個其實都好重要嘅咯。咁我哋都當然好希望我哋成日都讀到呢個春田花花幼稚園。咁但係成日都得㗎嘛，同埋春田花花幼稚園都要上小學，都要上中學㗎嘛，要上大學，大學又去翻呢個似嗰個背脊嗰個 Hong Kong U 嗰度㗎啦。咁但係個過程裡面其實你可以將個責任俾喺佢去做先嘅，咁然後佢去搜集好多資料啊，去做一啲判斷評價。咁譬如你話佢小學嘅，咁佢當然唔可以將佢歸納啦，但係你可以幫佢一齊傾啊嘛。但係到佢真係中學選科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嘅，你唔使同佢解釋話，跟住其實你揀咩？如果我可作為 Auntie 咁問佢話，唔知個爸同我揀嘅嘛，我而家去上畫畫班啊咁樣。咁啊完全唔參與嘅話咧，其實就算做咗抉擇咧，佢都唔覺得係屬於佢哋嘅咯。咁反而你將前面所講嘅咧，係透過佢哋要做一啲責任嘅時候，令佢發揮到出嚟咧，其實佢更加可以有創意。咁以上咧都係講咗咧，就係六種顏色啫。其實仲有一種顏色係你哋去由家長自己或者由老師自己去填上，因為其實呢度講嘅都係我哋整體睇到好多研究嗰個睇法裏邊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家長可以幫到佢哋去。即係留翻一啲空間俾佢哋去做，因為個彩虹始終都係佢。咁呢個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喺真係我哋即係以後嘅日子裏邊，我哋用下呢個 mother approach， 嘗試下幫下我哋嘅學生啦，或者我哋嘅仔女，令到佢哋咧可以有一個即係更加闊嘅天空。即係我哋頭先話我哋嗰、那個我哋俾佢畫板有幾大，其實佢畫出嚟嗰幅畫就有幾大。咁呢個都係希望即係大家可以俾翻一個空間佢哋。咁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係咁多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啲糧就喺你嗰度喎，所以請大家喺你個書籤度咧就寫翻你自己平時湊仔湊女教學生嘅心得，然之後咧就將佢送俾你隔離位嘅，同佢唔係送係應該交換，係交換咁樣，咁於是大家就多咗幾條橋出嚟啦。咁樣，咁請成交翻俾你先。